定要小心走。为什么我就是会掉下去呢？明明就这么简单的路啊！太神奇了，太神了，觉得一点都不开心。轿车后视镜，看一下，结果还是 G。线索，后视镜跟轿车后视镜跟旅行包，轿车后视镜跟淤泥，手机，车票跟手机，贴着可爱贴纸的手机，旅行包跟手机，一朵手机跟旅馆钥匙，也不行，先存档。观众表示：“善阳这样可以掉下去，根本神！我一点都不开心。可恶，我就走给你们看。哈哈，过了吧？哦，墙上挂着一幅灯红酒绿的夜景写生图。善阳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喵！哈哈哈哈！哈个头啊！好讨厌啊！新鞋子 ，New shoes。”La new 新鞋子，女款的洁白旅行鞋，旅行鞋，旅行包，行程表，车票跟行程表，不明线索一，旅馆跟手机，不明线索一。据说人如果在弥留之际带有强烈执念的话，死后会不断重复做一定时间内的事情的，这样真的太可怜了，不是吗？目测等等会死两次，我就零死亡给你看。这里是简单的风景画，这里有三条路，这里，哦，哇，好大的风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吹下去了吧？不，我觉得好容易死啊，小心风向。我觉得超容易死的。哦，机车耶！真是，这有办法挡吗？这有办法挡吗？不行，挡两次。才刚说我不会死的，马上就死两次了啊！往这里走，门锁住的，从门锁上传来很清凉的感觉。不行哦，我觉得不止两次，不要神预言，我觉得好伤脑筋哦，感觉很不安哎。踏着玫瑰前行的人，这是拼字游戏吗？踏着玫瑰。哦，我猜啊 ，R O S E， 哦，这是什么？操纵风的人，获得线索：商店发票。线索：商店发票跟旅馆钥匙，薄外套，薄外套跟手机，薄外套。我目前没有其他线索了，存档。目前我们找到的线索，感觉逐渐拼凑起来，就变成说好像有一个女生、女孩子，她要去旅行的样子。传说中的临死呢？向你们滚！讨厌。这个是哦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我从这边进去的。然后他现在前面的那个是指向下的，所以就是我刚刚被吹下去的地方。看一下，拉下开关。哦，拉下开关。这个不行，吹上去。
后。这个不行。OK， 这样应该就行了吧？欸，我突然有点手贱的想，如果我没有照着洛斯去走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人就是手贱，有没有？明知道会死得很难看，还是想试一下。我看一下，让我再来神预言，真的象牙转完很嗨，冲出去就死一次。我这一次有转对，好吗？我有转对啦。好，走，我们去试一下。没有，刚刚死是我故意作死的，好吗？我刚刚有存档才去走的。象牙安安，大家安安，我第一次来看象牙台 ，Orange Care。欢迎第一次来看台，你好哦。我们今天玩的是蔷薇第三章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可以按下面的追踪，那就会画面上就会发生小小的惊喜。以后也可以看到我的开台的资讯哦。少转一个，应该是指最终的那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好像不是。哦哦哦，好。应该就是这个了。Follow me， 感谢 follow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我的命数有多少。我就是看到 YouTube 才跑来的，欢迎， Follow me， 感谢 follow。从开台到现在，哇，好大的风啊！好了，准备了吗？小心风向。来来来，存档。饭都还没吃完，走喽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哇，我的拼图！我的拼图！拉动开关。风停了。暖水瓶。打开箱子，翡翠钥匙，薄外套跟暖水瓶，手表，粉色的电子手表已经坏了，手机，不明线索一，嚼零食，超神速，我超厉害的。哦，等一下，山羊，不可以大意，你就是因为太嗨了才会立刻 shift 就直接冲下去，我才不会那么傻，我从现在开始我要一步一脚印的走。这样看你还有没有办法把我吹下去？就只有一条路而已，我一定超强的。再怎么手残，也不会有人把一条直直的路给走下去吧？嘿，图案方块 ，yes。等着看上雅居。哎，那我这样的，就这么一条路而已，我又没有按 shift 的跑步，我总不至于掉下去了吧？虽然我觉得我真的还蛮手残的，但我应该还没有残到这种程度去，是吧？怎么会这样？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的。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的才对啊！我连虚无头都没有按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有点不相信我自己的手指了。我要一个一个按，一个一个走，总不会掉下去的吧？嘿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成功了！香草的虚影啊！香草危险！重演那时候的事情是怎样啊？聊天室已经嗨了，你们是怎样啊？风停了呀，有点小失望。还在想办法进去玩呢，我被风害死了啦！提交线索，哎呀，把线索都整理好了呢，辛苦啊！那么按照拉比特先生的规则，现在是花灵的馈赠时间呢，请收下这个图案方块。耶，这样我就拿到15个了。
浮上大笑，笑完又潜下，你们很烦欸，大大小心笑到一半潜下去呛到。我大概知道它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，它其实就是你的数字要再这样像我这样子这样转，所以你如果让它照顺序的话，你就是要把它